欢迎来自好莱坞的明星妮可·基德曼。Welcome, Nicole Kidman. Wow, 我们看到 Nicole 今天是以一个非常闪亮的一身鱼尾裙亮相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那在这次上海国际电影节当中，她也带来了，她也带来了她的最新影片《格雷斯王妃》。朋友们，来宾们，这里是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红地毯的盛况。接下来我们请导播把画面切到我们的内场，一起来欣赏为您呈现的是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是的，随着各路明星一起走进我们的剧院，我们今天第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仪式就告一段落了。我们要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继续来收看我们的开幕式。